来自卯宿星团的图尼亚信息，关于 Gasaril 及加密货币。通灵不是问题。你好，图尼亚和哈坎星号另一名指挥官 Hakan， 我很高兴能够问你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关于金钱的，有人建议购买黄金、白银和加密货币。我知道我们正在进入5D， 白银、黄金和加密货币在 5D 中还有价值吗？您如何看待这些建议？ Nasra 和 Gasara， 他们是真实的吗？人们应该期待他们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需要白银、黄金和加密货币？有人说 Nasra 和 Gasara 很复杂，人类将获得更易于使用的货币。你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吗？如果是这样，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吗？非常感谢。回答：亲爱的提问者，这是图尼亚在和你说话。非常感谢您的提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话题。大多数时候，当我们被问到一个问题时，频道会听到我或哈坎说：好的，我会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和哈坎第一次非常渴望回答问题，所以频道听到我们俩同时说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幸运的是，哈坎好心让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坐在我旁边，如有必要，他会做出贡献。我将首先对金钱发表一些一般性的评论。正如您之前可能听说过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奴役形式。如果我们问你，你有足够的砖块、足够的空地和足够的失业人员来为每个人建造房屋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问你，你有足够的钱给每个人盖房子吗？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问你，在美国只有大约 2% 的人口从事农业工作，考虑到这一点，您是否认为整个成年人应该将大部分醒着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他们讨厌的工作上，以便运营社会？你可能会回答不。但是如果我们问你，我们能否负担得起将经济建立在每周工作20小时的基础上，答案会突然变成不，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做这件事。这里有一个差异，因为大量资金被巧妙地从实体经济中抽走，并消失在秘密银行账户中。你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是你被介绍给你的人，而且这些人比现在所谓的首富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要富有得多。坏人经常试图控制你，告诉你要根据现实的模型来思考，而不是直接考虑实际的现实。一般来说，直接看现实比看现实模型更好。例如，如果您在想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砖块、空地和失业人员来为每个人建造房屋，那么您是在考虑实际情况。如果您考虑要花多少钱，那么您会考虑现实模型。地球人的一个可能的未来是让你的积极军队齐心协力，并开始阻止坏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另一个可能的未来是普通地球平民在某个时候认为社会变得如此有毒和荒谬，以至于他们干脆离开它。他们将在系统之外，尤其是在当前的货币体系之外开始自己的生活。一旦有足够多的人这样做，当前的系统就会崩溃，并且会为更好的事情开辟道路。意识每天都在上升，因此这些情景中的一种每天都越来越接近，因此它是传统货币。那么什么是加密货币？基本上，
加密货币对发行人的吸引力在于我可以凭空制造它们，然后我可以卖掉我的东西。所以加密货币只是另一个金钱魔术。通常，恶棍凭空创造它们，然后将它们出售以换取某些东西。因此，大多数普通公民开始争取获得这些内在价值为零的代币。坏人认为这很有趣，他们想让你把钱花在不存在的东西上，所以你什么都没有。他们希望你牢牢地关注电子游戏、虚拟世界、色情以及其他政治阵营的邪恶程度。因此，您可以将普通钱视为坏人的骗局，而您可以将绝大多数加密货币视为同样是坏人的另一个骗局。加密货币就像受控的反对派。人们是否通过加密货币致富了？是的。但请记住，加密货币本身不会产生财富。如果汤姆用比特币赚钱，那么从数学上讲，其他人一定会损失同样多的钱。是的，如果汤姆在交易加密货币方面比安妮聪明，那么也许汤姆可以拿回安妮的一些钱。但是，作为一个集体，地球人是否会从汤姆和安妮有效地玩一场零和加密货币交易游戏这一事实中受益呢？并不真的。是的，我知道一些普通人已经通过加密货币致富了，我不否认，但即便如此，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某些时候，其他人将失去同样数量的钱。整个社会并没有从中受益。你可以通过简单的购买和持有比特币来赚取微薄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并不是说2022年不可能从加密货币中获利，但这更难，除非你是骗子。请注意，作为衡量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加密货币中是巨大的。因此，加密并不是真正使普通人摆脱贫困的工具。这是富人和骗子可以从民众中榨取金钱的又一工具。另请记住，您的主流媒体通常以中立到积极的方式报道加密货币。如果加密货币真的是普通人通往财富、自由和银行自由的途径，你认为他们会以这种方式谈论加密货币吗？如果加密货币真的如此，那么你的主流媒体会确保关于加密货币爱好者的普遍看法不是他们是酷、聪明、时髦的人。相反，主流媒体会确保加密爱好者之间的共同观点是，他们是住在怪异地下室的书呆子，这些地下室是危险的、精神错乱的，并且可能注定要成为极右翼或罪犯。我并不是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说，如果加密货币真的是普通人摆脱金融奴役的出路，那么主流媒体就会诽谤加密货币和加密货币爱好者。是的，我知道加密货币理论上有用力，但有多少普通人实际上将加密货币用于任何事情？迄今为止，加密货币唯一真正有效的用力是诈骗、制裁规避和犯罪。确实，如果你生活在特别专制的国家，很难买到某些合法商品，那么比特币真的很有用。如果你喜欢加密货币，我邀请你问自己以下问题。假设没有办法通过交易加密货币获利，也没有办法用加密货币购买非法物品，但你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在区块链上注册购买，用加密货币购买咖啡或音乐会门票，即使价格昂贵和迂回的方式。如果是这样，你还会对加密货币充满热情吗？如果不是，
那你喜欢加密货币，还是喜欢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致富的想法？事实上，我不判断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致富的愿望。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看，每一个卯宿星人都是不费吹灰之力就生来富有的。我们没有货币，但我只是从社区中得到我内心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不必为社区贡献很多工作。所以我不是因为你渴望不费力气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来评判你。我也想要那个。事实上，我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出生的。但是，如果您拥有加密货币并希望其他人也购买它，因为它会增加您自己代币的价值，那么请诚实对待它。只需说，我真诚地认为你应该购买这种加密货币，但为了透明，如果你购买它，我自己的代币也会升值。所以我有经济动机告诉你购买它们。您是否希望我推荐您购买一些东西，而无需提及我将从您的购买中获得经济利益？你不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些信息吗？和往常一样，我只是提供我的观点。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那很好。但是不要把我当作一个无所不知的神谕，总是说唯一的客观真理，因为我不是。我并不完美，我有自己的喜好。与往常一样，我们鼓励每个人使用自己的洞察力来确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哈坎的帖子，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可以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你自己的灵魂总是可以比我更好的建议你。有没有我不怀疑的加密货币形式？是的，那些有实物资产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货币魔术可以凭空创造出来，然后以真实的价格出售。所以金钱是一种魔术，它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加密是一种魔术，它的反对是由黑暗势力控制的。股市被高估了。假设我们不是一个特别精明的交易者，即使在这些条件下也能获利。普通人应该把积蓄放在哪里？好吧，我知道你有一些关于不提供财务建议的奇怪规则。因此，以下不是财务建议。我只是要分享频道的功能。该频道的大部分储蓄都是白银，如果他足够富有，可以买得起黄金，他会购买大部分白银和一些黄金。白银短期内会获利丰厚吗？很可能不是。白银在中期内会获利丰厚吗？也许，也许不是。至少，在这种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它是一种很好的财富储备。该频道还购买了伊拉克迪纳尔和越南盾。可能这些货币在未来会变得更有价值，它们每个都值一两美元。届时，渠道希望能够将这些币种卖出去获利。伊拉克迪纳尔和越南盾真的会升值吗？我，图尼亚，真的不确定。有些人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制定计划，但这些计划可能不会实现。也就是说，好处是显著的，缺点是最小的。另一种选择是先问地球人需要什么，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或我怎样才能侍奉上帝，或者我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什么。这种推理可能会让你意识到你可以建立一个有利于人类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资金投资于自己的业务。您不一定需要以卡住的形式存储您的资金，并期望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您还可以使用它来构建有益于世界的东西。
最后 Gesserit 呢？对于不熟悉 Gesserit 的人来说，这是一条规定废除非法债务的法律，也就是说大部分由银行和政府发行的债务和抵押债务。它废除了所得税，取而代之的是对销售新的非必需品征收统一税。它增加了老年人的福利。它创造了世界和平，释放了大量资金和被压制的技术，以便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他还做了其他几件好事。您可以将 Gesserit 视为新世界经济的关键。Gesserit 和 Nasra 会举行吗？很有可能，但不确定，这样的事情是否会被实施。我认为不太可能实现字面上称为 Gesserit 的东西，并且在您的互联网上漂浮着完全相同的点。但是有点类似于 Gesera， 也许有另一个名字。是的，这很可能，尽管它再次不确定，而且也不清楚它何时会发生。你问黄金、白银和加密货币在 5D 中是否仍然有价值是对的。在我们的卯宿星社会，我们不使用黄金、白银或加密货币作为货币或财富。我们没有货币。您可以将我们的社会视为一种自由主义者，因为没有人被迫做他们不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们为了社区的利益而自由地付出我们的时间，这就足够了。只要我们不直接伤害任何人，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的法律很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个人财务，没有人拥有任何生产资料或我们所在的船只，这对我们来说会很奇怪。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已经通过要求得到了我们需要的一切。这样，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社会视为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我们从社区中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自由地为社区做出贡献。也就是说，没有像你们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他们的人民行使自上而下的控制一样。这个社会对我们有用，因为我们有足够高的意识水平，没有人滥用这种情况。当他们已经可以通过询问获得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没有贪得无厌的人，因为我们的父母非常爱他们的孩子，以至于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爱，所以他们不会变得贪婪。虽然您希望如何建立自己的社会取决于您，但我们认为您也可能建立这样的社会。届时，您将不再需要黄金、白银或加密货币。但那一刻还很遥远。目前，黄金、白银、硬币和加密货币仍有其用途。在即将到来的过渡时期，当你从旧系统迁移到新系统时，黄金、白银和加密货币仍将有一段时间使用。我希望这能帮到您。我向你保证，更好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何时会到来。不幸的是，直接的未来可能很困难。但是，你很强壮，很漂亮，很能干。你拥有了它。我真的很爱你。来自卯宿星团的图尼亚。Tunia the Pleiades。谢谢收听。感恩祝福。